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豆豆小师弟，欢迎收看我的探索新世界第115期。小伙伴们，上一期咱们把这一张新的蓝图随便找了个地方放了出来，然后咱们再拿出测距仪测量一下这个蓝图的占地面积的长度和宽度。好嘞，长度为17个格子的距离，把测距仪收了，去量一下宽度。现在咱们来测一下宽度的距离。OK， 那就都知道了，宽度是9个格子的距离。那还是先把测距仪敲掉带走，蓝图的话也一并敲掉带走。接下来咱们就要带上这一张蓝图去到深坑底部去工作了。来到深坑的底部，咱们就先跑到这边的角落来，直接在冰灯上放出一个测距仪，然后咱们再变成小坦克跑到那边的角落也放出测距仪。没错了，咱们就是要来测出这一面墙的长度。哦，已经量出来了，这一面墙是62个格子的距离。那我要计算好，咱们这个密室要刚好搭建在这一面墙的正中间位置。最后我在这一面墙的两边做了两个缺口标记，现在用测距仪量出来的距离刚好是18，那就是正确的了。好嘞，没问题，果然是18格哦。现在咱们从这右边标记好的缺口直接敲进去，敲进去的这一排距离是要对应上蓝图的宽度，所以是9个格子的距离。已经敲到位了，那就在旁边再敲出一个咱们自己可以活动的区域，然后就在这个位置把蓝图放出来，再跑出来从背包里拿出性能块，再把性能块放出来通电。好嘞，蓝图已经运行了，动态水刀也在开始的慢慢清除这里面的方块了。咱们就耐心等等吧，估计需要消耗一些时间了。等的还蛮久的，里面还在运行呢，咱们进去看一下吧。估计这里面被掏空的地方现在还有流水，不知道进来会不会就直接被淹死了。哎，我好像把蓝图的位置放错了，往里面放多了一格，但是没事，稍后咱们把密室修改一下就行了。咱们还是出来这外面继续等到它运行结束吧。怎么回事，蓝图已经运行结束了，但是这个水怎么不会消失呀？尴尬了尴尬了，我知道了，是咱们复制动态水刀蓝图的时候复制错了。现在咱们先用冰灯把周围的区域给点亮起来，然后这个流水的话稍后咱们还是可以处理掉的。水没有消失的原因是咱们复制水刀的时候把最上面的一层静态水也给复制到了。好嘞，整个空间已经很亮了，不过咱们要回去一趟拿上一些材料才能处理掉这些流水了。嘿嘿，现在咱们想快速的回到地面上的方法，我感觉还是得来到这个快速弹簧通道这里面。我大概有计算了一下，只需要3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回到这地面上来了。OK， 现在直接过去那边储物箱拿上一些材料。我拿上了一些岩石砖材料回来了。我现在可以完全确定这个空间里面大部分是动态水，只有上面那一层是静态水而已。所以现在咱们只需要快速的游上去，然后把这一层用岩石砖全部给它铺满。铺满以后，我敢断定这个空间的流水就会全部都消失了。其实这样也好，这些岩石砖就刚好可以作为我密室的屋顶了。尴尬了，岩石砖的数量没带够呀。那没办法了，只能在背包里面拿出一些方块来临时使用了。先来用掉这几个岩石块吧，也就是只有8块的数量，肯定是不够用的。最后把果木板也拿出来使用了，果木板的话有50多个，那这次肯定是够用了。哎，怎么回事，这角落我都还没铺满，这流水已经在开始消失了。也好，消失就消失吧，能达到我预料的结果就行了。流水已经消失了，咱们先来把这个角落的蓝图和性能块给收走吧。接下来咱们要先把这整一面墙都给敲掉，这面墙是因为咱们把蓝图放进里面一格了，所以它没有被清除掉哦，所以现在咱们就纯手工把它清理干净就行了。 OK， 全部搞定，现在这个密室的空间就全都挖好了，也就是说它跟外面这个深坑只有一墙之隔而已哦。